网友许拉拉问，身边有个朋友无时无刻不在炫耀自己，不管是哪方面，请问我应该怎么委婉提醒他不要炫耀了？想让别人不炫耀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你就装作什么都不懂，不懂生活，不懂名牌，不懂旅游，不懂电子产品。如果跟一个不懂的人炫耀，那就失去了炫耀本身的意义了呀。网友山坡看风景问，你身边的人有没有发生那种丢人丢到家的事情，能不能分享一下呀？我妈妈有一次是真的丢人丢到家了，约好和我一起去逛街，我就在房间里等她。一个小时之后呢，我收到了妈妈的信息，约我一起逛街，说在商场等我。妈妈，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，把我一个大活人丢到家里了呀？网友消失的流星问，每次跟理发师沟通的时候都怕他不懂我的意思，这样就不能剪出一个让我满意的发型了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这个您真是难为我了，剪了十几年的头发了，理发师连最基本的剪短一点点都还没搞清楚，我还奢望他能懂我的世界吗？啊，所以你开心就好喽。网友小萌萌问，那些经常坐飞机出国的人，护照上面盖满了印章是种怎样的体验呀？